你看，这是什么？钻石，这是什么意思啊？教堂？结婚的地方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你陪我忙进忙出，我陪你上山下海，接下来我会照顾你。好。你怎么从烟盒拿出戒指？那个太大了。天哪，这也太意外了吧！谢谢你。可以写下愿望，我来买一个这个良缘玉手，上面有爱心，动物守护的玉手，它这个可以祈求自己的宠物健康长寿。夫妻，金色的夫妻，强结，强迫我结婚，强迫我赶快去结婚，是这个意思吧？恋慕神社，良缘幸福，然后夫妻。是一直在暗示我什么的感觉。现在呢，我要写下我的恋爱愿望。许下了幸福的愿望，即将前往下一站，我更幸福的人生前进。从这边看出去，可以看得到博多港、博多湾，然后整个是一个海面，还蛮漂亮的海景。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博多运河，然后还有整个城市的景象。而且我发现福冈超美的，它除了有海，还有山，然后又有运河，然后整个城市也是非常的新，超美的。一样可以打卡带一张，我来带一下。它这个非常特别哦，它是把这张打下去以后直接这样压。我要去收集下一个章，百道兵小学，好可爱的一个小学。一个印章，这个很可爱，这个是山，然后一样是西边可以看到的 Mountain Atago。他看我，他回头看我，我跟他四目相交。博多帅哥，东边就是这个大濠公园，有一个天鹅船的印章。希尔顿福冈海，哦，一个饭店。啊，就是这个，所以来到福冈，如果住希尔顿，就是可以看得到海景，很美哎。这个饭店，还有最后一个，好了，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北面。哎，你看，这是什么？钻石，这是什么意思啊？教堂？结婚的地方吗？可以，太多了。跟你在一起很开心，你陪我忙进忙出，我陪你上山下海，我们过得很开心。然后你真的是一个很逞强的人，你不要再逞强了，接下来我会照顾你。你怎么从烟盒拿出戒指？那个太大了。天哪，这也太意外了吧！谢谢你。这是你们选的。我愿意。什么啊？怎么会这么突然呢？这蛮惊喜的，这太浪漫了，而且这个顺序怎么那么刚好？因为我刚刚最后打卡就是印章是一个钻戒，我还想说刚刚是什么工作人员叫我不要声音这么大在这边录那个频道，谢谢你哦。各位观众，我被求婚了。